间多了。好，最后三分钟，明年的展望，大家看，繁殖扩增，繁殖扩增就需要人人精工用，我们都需要结长生的果子，一人得一个，一家得一个。所以我们弟兄说啊，打八折啊，他64位有52位，那我们也打个八折，一家对不对？3位啊，一个家就得1位也可以，阿们。对啊，我们的目标啊，也是要有目标，虽然人数不能够啊代表什么，但是还是要有目标，我们才能够向着个目标啊，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的这个前往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明年呢，2018年40位的青职的青年的。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35岁以下的啊，40位35岁以下的。今年我们得着了40位，但这40位只有16位是35岁以下的啊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明年希望能够得着4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人。因为我们都有啊这样的向主的一个这个根据的奉献啊，愿主啊真是在15会所得着15会所，也能够得着大量的年轻人啊，未来啊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服事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主日聚会现在是平均的人数大概就是135到140位，那今年我们应该是要150位的这个目标，但是我们今年还是没达到，所以我们2018年新的目标，主日聚会的人数要达到150位。对呀，这是我是我们啊弟兄姊妹在祷告中啊，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啊继续的纪念15会所，明白？那另外第三个，今年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新的一年，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应该如何？所以我们弟兄们也交通了，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什么？是叫做这个香调繁增年。今天我们的繁增，我们就需要多香调。香调就是像我们的从家庭的开始的香调，从小孩开始的香调，从啊这个会所与会所的香调，召会与召会的香调。就是我们读过嘛，宇宙的召会，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不要受限在我们小小的范围里面，所以我们都应该要走出去，明白？家庭和家庭，所以我们认识的周弟兄夫妇的，应该啊不是是很多，但是呢去他家的人很少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啊来去我们周弟兄家啊，然后去香调，那么享受啊他们的爱宴啊，然后我们的小孩生活也应该如此。南区、北区、莲花区，要我们要把我们的隔离啊，把它划掉我们的这个区域性的限制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多走出去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三个就是会所与会所，特别是召会，现在是64个会所啊，到应该要70了啊，要到明年要70个会所，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和我们台北市召会的会所能够多有香调，明白？啊，然后再来我们出去的香调。以前我们从跟台中啦、啊、跟花莲啦、啊、跟台南啦、啊、高雄啦、啊、新竹啦、啊、桃园啦、啊、基隆啦、啊、宜兰啦、啊，我们15会所都去香调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出去和召会香调过的举手一下，不管哪里，和会所一同出去香调，举手一下。跟会所、跟其他的召会的，我们出去过的，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出去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跟着召会一同的往前，我们绝对不要落后，明白？感谢主，愿意啊，今年啊，真的是15会所能够有香调繁增的光景，明白？然后真是有一个大的复兴，明白？好，感谢主，然后我们啊，两两有点祷告，明白？Thank you.
兄姊妹，走姊妹，先抱一下啊。有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走，我就去发福。你不要一步，那是彷徨之路，你爱你走。
我的内衣啊，我的内衣啊。